高雄小巨蛋啊！哎、欸，这是你耶，是吗？因为你最高，对不对？那我对，看一下你在，我看一下你在哪里？我可能在里面面吧。我可能在里面，好了解。对，为什么要送这个呢？就是希望他就是的那个音乐这块事业啊，就是之后可以一起努力，然后站上更大的舞台，然后有更多好的表现。是的，要像你一样进军小巨蛋。你佩慈的歌唱实力，你看那绝对没问题，星光出来了，那没有问题的啦、嗯。那剩下的就是要累积更多的好歌，嗯、对不对？才能够到小巨蛋开售票大型演唱会、嗯。好，谢谢拉拉，加油！谢谢我们要向师姐学习。好，对，第二个礼物来，一起来打开。第二个礼物，好，三二一。就是希望他在戏剧方面能够有好的那个最佳女主角的那种。啊，写错了，那最佳男主角了。他可男可女啊，他中性，你看中极就知道了、啊，怎么帅、啊？可是就这样才吸引人、啊。没错没错，就是有最佳的主角，啊、最佳都可以、啊，都可以漂亮啊。这是在戏剧上面，我们谢谢啊，希望歌坛有小巨蛋，然后呢，戏剧能够得到女主角奖啊。好，第三个不是不啰嗦了，一定是安全裤、啊。一打我要还你，当年的一天。对，刚刚露馅了，那梗都这不露馅了，真是。好了，来看看是什么，三二一，请打开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希望啊，这个房子代表雅神大家庭，就是不只是事业上，希望你在生活中啊，还有以后很多事情也都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，然后一起有就是像这个他们一样。你在哪？最高的，最高的。我想必是这个吧，这个啊。那这个最矮最高的，他其实刚师姐跟我说，那个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办公室，我说我去过，他说我等一下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件事，我想说什么什么穿着机甲，我说我等一下跟你分享牙齿，那里最好睡，他有沙发，就去休息，去公司有时候找个角落，对不对？因为沙发有点短，我觉得我躺可能全身可以容纳，但你的话可能没办法。哦，我再帮你找一个长一点的。好，你说的哦。好，对，拉拉睡沉的 OK， 你就睡直了。那就我们两个一点睡一张。辛苦啊、哦！原来大家进公司都在睡觉，是不是？认真上班。音乐，谢谢繁星皓月，用心良苦啊，实在太可爱了。但是里面有满满的祝福跟爱啊。这个家呢，也代表着繁星皓月跟雅神，就是佩慈的新家。2008年有音乐跟戏剧都有新家在陪着你哈、哦。然后看前面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也拿到这个，看能不能拿一个主角的奖项，在戏剧上面好好努力。另外还有音乐上面啊，你要先感受一下的，好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然后在音乐上面呢，当然要向徐佳莹学习啊，办那么多小巨蛋成功的演出，这也是佩慈啊未来下一步很重要的目标。来，两位视线从右边，麻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转一下中间。好。谢谢师姐百忙之中啊，来左边麻烦二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拉拉，谢谢师姐。发挥自由发挥，好。你这样刚好直接挡住你的脸，对呀、啊。你要抱起来啊，这很有点难，我们靠近。好，欢迎来到郑佩慈啊，带着乐高的镜头。手收一点，手收一点，手收一点啊。真的很用心，真的小巨蛋做得很棒。那当然更重要的是，请各位媒体朋友继续的关注啊，给这个佩慈力量。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啊，跟拉拉一样都很天然。这年头这样子的姑娘真不多了，所以请大家继续的来支持全新的雅神歌手郑佩慈。腰没关系啦，露一点小蛮腰 OK 的啦，对呀、啊，青春嘛，对不对？再过几年就演妈了，你赶快把握机会。赶快把握你最后的青春，前面吗？大姐，好，谢谢我们几位老板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惜才爱才啊、哦，好好的疼我们的佩慈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艺人，而且也非常乖啊、哦，口碑也非常好，做人也很可爱，绝对值得你们用力的栽培。好，来哪边？OK，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。头晕这么的华丽，你看还有投影我们三家公司的 logo， 我们拉拉也都没有这样子的规格。走了吗？啊，走了。还有在看直播吗？好了，就恭喜你啊！这个确实这次呢啊是一块可造之材呀，而且啊能够演戏又能够唱歌，是
手收一点，手收一点，对对，手收一点，手收一点，好，手收一点，又来，手收一点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帮你调一个好看一点的 pose 啊，位置，好，右边，好，这么冷还这么有力气啊，厉害，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中间，中间麻烦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谢谢，期待新的合作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下一。就是非常谢谢一直以来各位媒体朋友们的照顾，觉得你们一直非常非常照顾我，然后我自己也很真的蛮惊讶的，就这样子，傻里傻气的走到了第十个年头，那其实。几乎每一次大事的记者会我都会哭，但我今天有别于以往，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觉得自己的肩膀上多了很多的责任，然后会把这些责任好好的扛起来，一直一直的走下去，然后也非常谢谢刚刚送给我的三个礼物，非常的实用，因为也是我这次做这个选择，这样子的合作，当然就是希望朝这些目标前进，那真的很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不管未来几年你们看到的我都没有变，永远保持着一个爱唱歌爱演戏的心，然后我一定会一直加油，小蛮腰也会 keep 住，安全裤都买齐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也希望雅诗音乐赶快买一个床垫和沙发啊，让你睡得舒服一点，没有可以补眠，好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我们继续给佩晨加油，谢谢各位啊。